带您看到由美军所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，近期在夏威夷群岛、南加州等海域大规模展开，总共有26国参与。先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透露，演习的设计就是因应2027年台海情势。推特官方账号29号秀出影片，展示37艘隶属于14国军队的军舰与2艘军用潜艇列阵在海上的壮观态势，声势浩荡的规模让环太平洋盟军坚强的海上实力一览无遗，并在推文中写道：“这就是为什么 RIMPAC 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演习。”